呢个奖项是演艺文化服务大奖，得主是夏国璋龙狮团。夏国璋龙狮团咧，响90年嚟咧，凭住咧专业啦、坚毅啦、拼搏嘅精神，每年啊有超过800场不同嘅演出，咁啊仍然咧能够保持住咧一贯高水准嘅演出服务嘅。首先咧，多谢评审啦，同埋资本一周颁发呢个奖项咧俾我哋。夏国璋龙狮团咧，91年嚟咧专注提供专业嘅龙狮表演服务。咁咧，我哋咧亦都不斷咁創新啦，包括有 hip hop 師啦、LED 嘅閃燈師啦，亦都有呢個水晶師嘅。咁啊，近年咧已經咧加喺內地市場裏面咧，就已經設立呢個上海嘅分部。咁今年咧10月咧，我哋仲會推出呢個保健產品。咁因為我哋自細咧都係呢個鐵打科長大嘅，咁啊，所以我爸啦、我阿爺啦，包括我都係依鐵打嘅，有依鐵打。咁啊，夏國璋龍獅團咧會繼續咧以呢個專業啦、堅持啦、拼搏嘅香港精神咧，為大家提供精彩嘅演出。多謝大家。再一次恭喜曬，漏咗我要多謝我老婆，我老婆好支持我，阿 Tiffany， 咁所以要多謝佢。好。